怎么说服欧阳来团建的？我刚刚还以为我看错了，没想到你也会来参加团建呢。老高说我也不能天天躲在宿舍里，就把我抓过来了。刚刚高老师往你这里看了好几次。你和他聊得来？我都不知道你还对他感兴趣。我这是创收，懂吗？没想到我也能和大家一起出来玩。白居岩侍郎，我验过了。我也想玩，可惜还是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在。你说的那个脱敏疗法，不如我也加入好了。没问题。